惊天秘密。当今大圆满红身成就者被凌迟真相。无畏金刚杵。藏传佛教存在两面性，一是非常伟大的教法，二是极其糟糕邪恶的假佛法。我今天是通过当今大圆满红身成就者被凌迟的真相，借以引申鉴别整个藏传佛教在佛法上的虚假欺骗性，告诉所有佛弟子当代藏密法的真相。莲花生大师传进西藏的密法有过辉煌的历史，为佛弟子建立了一整套扎实有效的修学体系，以显学经论为基础，通过经变令修行人生起牢固的正见来指导行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持各部密法。藏传密法的确成就过大量众生，出现过很多真正的圣者祖师，如莲花生大师、释迦迥乃大师、马尔巴大师、无我母大师、萨迦贡玛、月贤王、密勒日巴大师、冈波巴大师、巴斯巴大师、杜松钦巴法王、宗喀巴大师、义西扬嘎仁波切、坡邦卡大师、日古温波仁波切、降巴格西、东本大师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但是那辉煌早就湮灭了，莲师的藏密法已经失传了，500年前开始失传，尤其近100年更是彻底乱掉了。不相信，你数得出几个近100年内成就的藏密弟子？而几百年前单就一个嘎陀寺就有10万人化红光成就呢，现在的嘎陀寺呢？有谁真的成就了？噶举派从马尔巴大师开始出过那么多圣者大师，现在呢？还有谁拿得出密勒日巴大师的本事？还不要说那么大的本事，连一个开顶的都没有，有的全是硬铅插头皮的假开顶。格鲁、萨迦全都一样。拥有9999间僧房的龙雾寺著名的卡索仁波切，他被中国藏传佛教管理委员会派任负责整个藏密法的整理工作。他亲口说，藏密法已经失传，藏密法如今只剩下20%不到了。其实这种说法都是安慰人的，我走遍西藏求法，拜师无数，客观地说，藏密法只剩下1%了。唯一值得信赖的是身在不丹的第四世多智钦法王土登城利华桑波掌持的大圆满龙钦凝体传承。这位老法王是货真价实的圣者，道德崇高，正量卓然。但就是他的弟子中也大量的走虚入假，可想而知其他虚有其名的传承是什么状况。包括赫赫威名住山洞闭关40年的阿丘喇嘛也没有化成红光，但他好在是圆寂当下肉身缩小了的，证明他是真正没有丢圣者的脸。所以我说藏密法失传不是骗你们的。可能有人反对我的说法，说藏密各大派常常有活佛圆寂7天之后抬出来，身体缩小到一肘高，这不是大圆满红光成就境界的表现吗？各位佛弟子，今天我要告诉你们的正是这个天大的秘密。你们都被骗了，全世界人都被骗了，这些活佛法王圆寂7天后身体缩小是假的，是人工做出来的。这些活佛法王死后全都被是凌迟了的。不信的话，你们去看那些所谓的大圆满成就者，只要不是圆寂当下身体缩小的，而是7天后或3天后抬出来的，你脱开他的外衣，会看到里面裹缠的白布，再把白布打开，会发现他们的五脏六腑全被掏空了，
塞进了各种防腐除臭的藏药，他们的脊椎骨全部被卸下来了，腿骨和手骨被切短，血液是被挤干的。他们的身体皮肉在被挖出五脏肠干之后，用了大量消炎挤压血水，再叠折起来，就像普通人腌腊肉一样，然后用白布紧紧缠裹，几个人用力拉，将血水全部挤出榨干。而大脑则是用铁钩子从鼻孔伸进去，将脑髓搅烂，用布条一点点将脑髓裹出来。到最后，整个身体一直要捏挤到差不多一肘高，再用白布缠得紧紧的，固定好，摆成需要的姿势，才抬出来给众人观瞻，宣布这个活佛是大圆满成就者，因为身体缩小了。这是藏传佛教内部高层极为绝密的一种殡葬仪式，除了这一绝密仪式，另外才是公开的天葬、水葬，做这种仪式的人称为礼仪师。礼仪师一边做一边持咒诵经，他们将活佛尸体做成缩小干尸，是要赌咒发毒誓绝不向外透露的，否则就会被可怕弄死，所以几百年来外界无人知道。我太了解这个过程，因为我就是这一仪式的罪人。现在公开忏罪。现在所有大圆满成就的西藏活佛，无一例外都是这样被凌迟蹂躏缩小的。全是假的。大圆满法早就从西藏消失了。这些法王活佛在世的时候根本不是什么好人，根本不是圣者，根本没有佛法，接受的传承是残缺的，或者只有名字。仪轨早就不见了，他们就自己编纂，全是假法，修不出任何圣境界，但是可以唬人骗钱。懂一点理论的，就讲些让人云里雾里的没用理论，目的还是收钱，收不到钱的就开法会收门票，要不就是以双修的名义搞女人。要不就是为了活佛地位或其他名利你争我斗，甚至拿刀动枪，干尽妖魔之事，他们死后自然恶报，所以又被身边的妖魔同修凌迟，做成干尸摆在那里继续为活着的妖魔骗人赚钱。这就是现在藏传佛教各派的真实状况，这哪里是佛教徒呢？完全是一群恐怖、邪恶、欺世盗名的妖魔，彻头彻尾的魔宫之群魔乱舞。你们可以稍微回头看看近年圆寂的一些法王活佛，例如噶陀寺大法王白马才旺，死后火化，变成一堆焦炭；又如五明佛学院晋美彭措，被誉为雪山的太阳，结果得癌症，痛苦挣扎死在成都的华西医院。全身乌黑乃至流出黑水，年龙人波且，所谓的佛父患严重梅毒惨死，年龙的佛母达日拉毛得食道癌痛苦惨死，这两个就是搞双修的代表人物，一个梅毒脏病，满嘴牛口疮，口吐脓血而亡，另一个食道癌，吃不了东西活活饿死痛死。噶举四大法子之蒋共康楚车祸横死，尸首不全。16世噶玛巴也是癌症在医院挣扎痛苦而死。这些号称大圣者的人，死得那么惨，就是所谓的成就。你若是跟他们学，能超过他们的成就吗？我告诉你，会跟他们一样恶报，惨死就是你的下场。那个闽林赤亲生病好多年，瘫在床上不能动，结果骗外人说这是在修睡梦瑜伽，最后死了还是说身体缩小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在这里一一例举。然而这些恶报惨死之人几天后被弟子们抬出来，身体缩小，标准端坐，
号称大圆满成就者，人们顶礼膜拜，奉撒钞票，却全然不知那个隐藏在虚假威仪背后的恐怖邪恶真相是几百年黑幕骗局。我请各位密宗弟子想想，这些人在世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佛法成就拿得出来，号称圣人大菩萨，却比普通人还愚笨，就像那个直美信雄，身上没有丝毫圣者气息，智力低下，笨得可怜，讲点基础佛理都是十八不离乱来摘抄名相，文不对题，五明找不出一条精通，修不出任何佛法本事，动辄就是在什么石头上留脚印，明明就是几天前悄悄凿刻出来的，全是骗局。再如噶陀寺号称噶陀之父的莫扎法王，吹嘘只要吃了蚂蚁腿那么大一点的万僧药丸就能成就解脱，骗谁呢？如果万僧药丸这么神效，连失传秘法不是多余的事？一人发一点药丸就行了吗？释迦牟尼佛还说法49年干什么？把这药丸发给众生就把娑婆世界的众生度尽了吗？莫扎这种人是把人当智障，骗没睡醒的傻瓜。他们在世就没有佛法法力和超凡智慧，死的时候就有佛法成就亮显了吗？在世的时候就尔虞我诈，嗔毒满身，拿钱骗人，邪淫污秽，恶行胜过流氓黑道，死的时候流脓、黑水、吐血、癌痛、恨祸分尸，明明就是凄惨无比的地狱恶报黑夜相，饿死之人竟然说是大圆满成就，那是骗无知老百姓的弥天大谎。就连鼎鼎大名的顶果钦哲法王、贝诺法王、楚西法王、卡鲁仁波切，通通都没有化成红光，这些恶行邪师等着死后挖心肝做干肉吧，休想化红光，因为实力已证明化红佛法早已失传了，这是事实呀。我告诉你们，有史据密典可查的，真正的大圆满成就，圆寂时身体会放出毫光，明亮无比，与此同时会见到身体不断缩小，最上等的成就，身体会在毫光中顿然消失不见，只留下头发和指甲。次等的成就，身体会缩小到一肘高，是圆寂那一刻当下眼睁睁看着缩小，头和身体一并缩，当下缩小成形约一肘高，肉身不坏。而那些圆寂后身体被秘密存放7天或者3-4天又抬出来缩小的，你们注意，其头和身子是不成比例的，小身体顶着一颗大头，因为身体可以做小，头不行，头做小了五官会变形，他们做不了。而现在西藏所谓大圆满成就的法王活佛肉身，个个都是大头小身子，全是剖尸，用盐去湿水后做出来的。五世热震活佛会被他的师父达扎活佛毒死，第一世的蒋贡康楚公朱云登嘉措活佛差点被根朱活佛枪杀，还说是为了证明他的果报。两个17世噶玛巴闹双胞闹得乱七八糟，如果是真圣人，摆出本领功夫一比，不就证明谁真谁假了吗？可惜逼死他们也摆不出圣人本事，而要通过谁的财产多来决定谁是真的。藏密中这种佛教流氓的事情我看得太多也听得太多，藏密活佛如果有10000个，其中9990个都是披着活佛外衣骗钱，却完全没有佛法，不顾因果的假货，剩下10个活佛中，9个是懂佛理懂因果的规矩修行人，但也没有真佛法。我讲的真实，
但也对付不了那9999个恶人。我今天讲的是铁打的事实，今天的秘密，对现在的藏密活佛来说，这是断他们前途财路的毁灭性事实，他们会恨我100辈子。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们还可以等着看，莫扎、直美信雄等等，这些所谓的藏传佛教的大佬们，他们都会死的，都会死了之后密藏2天或7天，不让人看，然后突然抬出来，告诉大家说，身体缩小成1肘高了，这是一个大成就者。于是又有一大批人被骗，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就是这样欺骗这些善良而又无知的佛教徒的。我一直不敢说，但身边的人一个个飞蛾扑火似的扑向那些藏密法王活佛，以为他们真是圣者，倾尽家财虔诚膜拜，为的无非是求得护佑，求得佛法来成就，而换来的却只有悲惨黑夜。我实在于心不忍，一想到西藏那些虔诚修学耗尽光阴的善良喇嘛们，更是心痛。今天下决心及网络告诉大家一声，藏密法的伟大是过去，不是现在了。掌握真正佛法的人，就必须长有实际看得到的超过世人能耐的功夫，否则就是骗子、假货、披着法王衣的妖魔。藏密法早就完蛋了，全都被骗子妖魔占据了众生的心灵。你们去真实调查这些法王活佛生前的圣境成就和五明智慧成就，就会彻底了解，他们哪里有大菩萨的智慧，他们哪里有大菩萨的功夫，他们除了骗钱骗色，哪里有大菩萨的道德，根本就是普通人狂称圣人。别浪费光阴和钱财心血，我知道这世界确实有真佛法，如第四世多智亲法王土登城利华桑波，或真正的有真才实料功夫和智慧的佛菩萨，要为自己的生死思考，找能拿得出本事的真圣人吧，另寻明路学佛吧。